我说来噻，那就来噻。God Instrumentals。小酒馆很牛逼，因为以前没得这个小酒馆的时候，我就觉得成都那么多耍音乐的，但是没得一个适合演出的正式演出的地方。但这儿又大，音响设备好，很喜欢。发展这么久了，然后我也是从初中初二吧，初二开始做说唱，然后到现在可能有个七八年，应该有了。反正一直在变，从最早的 old school 到现在的 trap， 反正风格都在变，但是大体的没变，因为我们都是很年轻的一波人，一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自己的热情释放出来。方言在这，因为我们很接地气，我们把最接地气的东西带到音乐上，用到音乐，包括我们的衣服也是。就是一个抱团的一个，是一个中国文化，然后反正都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到一起的。Well, honestly, we just prefer in this kind of music, we just prefer to feel the people and the audience close to us, because in the big stage, you feel like the people really really far from you. So, and here we are really close, and that's make the music. Well, why are you doing amp? Because just.We have to do it, so we play music because we work a lot and... We have to say something, yeah, like something personal. To express something, and that's a really, really good way to perform, to play music, because you can share what you feel or what you have to do.加上在这可以交了很多喜欢音乐，而且是带我们成都这种慢节奏，大家可以去交流。刚刚一般都会在办公室里面只有亚裔嘛，然后家长就比较喜欢听音乐噻，然后来到小酒馆的话，进来之后就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氛围也好噻，然后会比有时候会听到比较喜欢的音乐噻。成都是二线城市，但是它在文化来说，是个对摇滚文化来说是一个很深、已经很深的一个城市。老子也比僵尸混得不错，但是老子就爱带到成都，就爱带到成都耍。老子就爱带到成都，就爱带到成都耍。老子就爱带到成都，就爱带到成都。老子就爱。
香槟广场是个据点，然后再去马塘表演。看成都说唱一路发展，变脸发散，逐渐变成焦点。我爽得很，翻了身，以前被看得超扁。你没得搞，再讲一声，老子拿麦克风考验。是金子就是要发光，不可能。